当你望住一样嘢望得耐嘅时候，佢就会开始变得陌生。呢个城市，呢座大厦，呢条街，街上面嘅人，甚至我自己。后来有把声同我讲，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香港开埠以来历史上最有名的连环杀手，网友叫他做将军。根据过往的资料显示，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成功逃脱法律制裁的罪案嫌疑人。直到现时为止，已经有三名香港籍男子遇害，他们每个人都会在死亡之前的24小时都收到死亡预告，就算想走都走不掉，最终难逃一劫。现在距离香港地产富商林冰的死亡预告剩下不够半小时，究竟香港警方能不能够保护到林冰，并将将军绳之于法？全香港都关注这件事。 Madam， 还有半个钟就到死亡预告时间，我们还放不放你啊？放，一定要放。我们过紧嚟噶，过紧嚟噶啦，泽哥。总部 call 爆我哋啦！全城人围剿紧将军啊！你喺度将人哋军，你点啊？将军保呢一个叫做孕妇吞钩，你同 Madam 讲，叫佢唔好嘥时间。一个真正嘅捉棋高手，唔单止要睇穿棋局，仲要睇穿对手。你知唔知咩叫对手？我成日都输，我唔玩啊！捉棋要赢啦，靠食脑啊，唔系发脾气。记住啊！收到，通知 SDU 两常，即刻去现场增援。我哋而家同你去另一间安全屋。你哋系咪掂噶？唔掂就出声喎。抵死唔系你决定嘅，法律真系可以代表到正义，你都唔可以，你投降啦！我系唔会投降。小心！
咁会输噶。你都唔敢望住佢，佢就系咁望住你。捉棋系同人捉，唔系同张台。咁咧，你捉啦。出四平五，四六进五，黄和局，重新开局啦。你使唔使唞下？你病人嚟噶喎，你都系。你哋两位都系病人，唔该两位翻病房。女朋友，咁都睇得出你做边行噶？下次话你知啊，啱啱识噶。下次话你知。乖啦，先生，你都够钟翻病房噶啦，你都系病人。哈，车家伟，马俊，扎格仲裁，扎格仲裁。Cellular memory。呢位 Robert 美國人，28歲，118公斤。呢幅相係佢手術後16個月影嘅。呢一位都係 Robert， 68公斤。張相係佢做手術前3個月影。大家唔好誤會，佢唔係做增肥手術，佢只係換咗個心啫。呢一位。是心臟原本的主人阿 Tommy， 他死於腎衰竭，死了之後將個心俾咗阿 Robert。呢一樣係 Tommy 生前最中意嘅食物。咁其實我都幾中意。美國有位心理學家加利舒華茲，佢曾經做過一個咁嘅研究，佢話有10%。嘅器官移贈者係會繼承器官捐贈者嘅口味、思維以及行為。原因係細胞有齊曬人體基因所有嘅資訊，呢啲資訊喺器官移植嘅時候，好可能去到新主人嘅身上邊。所以阿 Robert 佢唔單止繼承咗 Tommy 嘅心，佢仲繼承咗 Tommy 對薯條嘅熱愛。由68公斤食到118公斤。车教授，我哋系想你嘅犯罪心理学，做咩要同我哋讲器官移植啊？如果你移植咗一个连环杀人犯嘅器官，你估你会唔会变得想杀？嗯？听日再继续啊！好講啊！咩啊？又係你啲心理分析？盲都睇到啦，使乜心理分析？係常識。得啦，唔使講。有嘢揾我。得啦，唔使講。將軍，係你唔好次次都係咁得唔得？俾我講完先啦。警方已經封鎖媒體唔俾講啦。你咁都知道？你算命㗎？定係做卧底啊？嗱，呢個真係心理分析，但係而家唔講住，我驚你唔明。得啦，唔使講，我會幫你，但係有條件。Madam， 你日日走嚟烦我都唔系办法噶。我想翻重案组。我同你讲埋最后呢一次，调你去档案室系上头同医生一齐嘅决定。你换个心噶，我俾你留喺警队已经系帮到你最尽啦。我好翻晒噶啦，你叫我每日做文职，我仲做唔嚟啦。做唔嚟咪唔好做咯。如果你再咁煩住我嘅話，我包你連文職都冇得做。Thank you.
觉得马俊是最适合的人选。麻企啊！這個不算，當我麻你。你哋想知道我推測啲乜嘢？兇手嘅殺人手法同將軍一樣，所以你哋揾我。我俾個十分你。馬俊，車家偉教授，犯罪心理學家，係呢單 case 嘅顧問。高明棟，國際刑警，係呢次專案組嘅負責人。我睇下啲資料先。林冰，冇错，系今朝嘅命案，死者就系林冰。警方喺凌晨收到一个死亡预告，但系唔够三个钟头，佢死咗。而且喺亚洲唔同嘅地区，亦都发生咗两单同类型嘅案件。马 Sir， 你敢唔敢接啊？如果破到案，我希望调翻去重案组。獎勵是對人最好的動力，是這樣吧，你都沒有答應了，歡迎加入。 Thank you sir。 大家仲彩？呢度好难截车，我送你啊！点解要系我啊？你双手揸太盘，速度限制50离开40零，你根本就唔系咁稳阵嘅人，你一定好想复职。当差就梗系想捉贼噶啦，唔通喺屋企煮饭咩？因为将军，我捉得一个就可以捉埋第二个。哈，咁咪啱啦，我冇睇错啊，介啱人啦。麻烦喺前边嗰度俾我落。话时话你头先嗰嘢咧，我真系以为系将军。话晒我系犯罪心理专家。哇！我好耐冇食过火锅啦，好肚饿啊！鸳鸯锅，嚟，滚咗未啊？差唔多。嗯。食饭啦。好食。做咩？你食辣嘅咩？我梗系食辣噶啦，我不嬲都食辣噶。我好似唔食辣噶。唔紧要啦，变咗咪变咗咯，唔使逼自己。中意食就食多啲。变咗喎，令镜。人都系会变噶，唔系变坏咪得咯。Happy birthday to you. Yeah! Daddy!
我知道你最好的。哦，你而家先知道。我中意咗呢只手表好耐噶，妈咪你点知噶？嗱，只要你开心，你哋做乜都冇所谓。哇，咁我呷醋喎。咁我讲过咯，只要大家开心，你哋做乜都冇所谓嘅。OK。之前在亚洲发生的两宗案，第一宗发生在两个月前。前香港东区医院院长高士仁在台湾桃园别墅被人割喉，死的时候咬住一只水晶象棋。一个月后，马来西亚首富拿里波南死在家后院，死法一样。第三个死者就是林冰了。根据三个地方的警方报告，发现无论是死者的致命伤，又或者凶案现场的水晶象棋，同將軍的犯案手法一模一樣，不過將軍在一年半前死了，所以暫時未有什麼新線索。這三個死者曾經都是被人告過上法庭，但是都告不入。羅賓漢精神，兇手同將軍一樣，以為自己是超級英雄。但是根據資料顯示，將軍他沒有同黨，沒有結過婚，沒有兄弟姊妹，父母也都死了。我想不是同黨，是新將軍。如果是这样的话，个凶手冇咁快收手，我哋要快过去。嚟到呢度，大家仲冇问题？有问题？牙啊嘛！连一百年都冇停过嘅钟楼，都被将军整停。四十五米高度吊死者，香港著名景点，又唔似系佢嘅作风。唔会系巧合，一定系专登。佢一定留低咗啲嘢俾我哋。呢句嘢系尼采讲嘅，佢意思即系话，如果你俾邪恶吸引住，你都会俾佢影响到变得邪恶。咁讲即系将军觉得自己代表住邪恶啦。饮醉咗嘅人就唔会话自己醉嘅。佢写呢两句说话嘅心态系想话自己系个超级英雄，嚟呢个世界清洗邪恶。嗱，呢一张咧系鉴证组同事喺钟楼揾到嘅慈善宴会邀请函，时间听晚七点半。这个应该是下一个死人地点，他比较预告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找上门。好了，为了不影响宴会的进行，今次的保护行动会以监控为主。我会安排重案组叫他扮成侍应，会分布在 A、B、C、D 四个位置。剩下的六个出口就交给 SDU 的两 Sir 负责，清楚没？ Yes, Madam。至于个含春咁，仲唔系沟紧女？识咗个女仔，咩力啊？五个月月日时分秒，系咪好劲啊？后生仔，喂，仲有，我研发咗个新 app， 呢个嘅未到啊？
味道啊！呢个系啲合成 app 嚟噶，你咧可以系咁换唔同嘅人头噶。想唔想试下 Madam 个头？听日试俾你睇，我做嘢先。喂，Sir。我明晚可能会夜少少翻嚟，我约咗心理医生，啊，听你讲去 check 下啦，好冇？约咗个心理医生，我咧讲大话都几叻，讲大话有个基本原则。三分真七分假，一是对女人，一是对上司，啱见上司一定是女人啦。哈，医生，你唔讲大话嘅，我现在不得闲听你电话，留口信给我，我尽快复你。讲大话都不是最差的情况，最差是没嘢好讲。我看过今晚嘉宾名单，目标应该会集中在韩国金融巨头金海镇、东南亚石油贸易老总尹老和新加坡邮轮 CEO 方秀平。方秀平仲要是今晚慈善晚会的发起人。那你觉得哪个可能性大啲？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今晚很大镬。
多謝你。唔使多謝我，杯茶呢啲火幾真噶。多謝你救咗我。你唔住得住啦，我哋要責任重賽喎。死者是新加坡海軒郵輪董事長方秀平，死亡原因割喉，死亡時間大概是昨晚火警之後15分鐘左右。至於疑犯是假扮保安，潛入間酒店度，再在廚房度放點火器，趁住人群混亂殺害死者。我昨天見到將軍，我昨天見到個保安是將軍，但是馬 Sir，其實我都 double check 過將軍蔣曉君的出生和入學記錄，蔣曉君一直都是只有一個人，沒有兄弟的。喂喂，唔係唔係，會不會有人特登整容整到將軍？有咩人會整個連環殺手的樣子？唔係啦，我 check 咗整容醫院嗰啲記錄。喂，今日見你唔好舒服，不如唞下。我冇唔舒服，我知道我見到將軍。馬 Sir 換咗個心，唔係換咗個腦，係唔會影響判斷能力嘅。係喎，咁即係冇嘢啦。我哋最好啦，系咁做嘢。馬 Sir， 琴日你救咗嗰個女仔，話送俾你嘅，有個蛋糕，有件外套。佢話多謝你喎。唔該，我唔識佢。好味的，教授。皱眉要用十六条肌肉，笑呢四条都得啦，可以笑多啲啦。我最近成日都有幻觉。好似頭先咁樣，我會突然間自己入咗去。你嘅意思係你覺得見到將軍係幻覺？我唔係見到將軍，我見到個女仔。昨晚救嗰個，你見到呢個女仔之後，你成個人嘅精神狀態都改變曬。我只是有種直覺，我不知道在哪裡見到他。直覺是要相信的，但我知道你是很講邏輯的人，但是直覺是動物求生的本能，所以有時直覺比邏輯是更準確。應該會有支煙頭的，我都覺得奇怪，五星級酒店都唔可以食煙噶啦，仲要係員工喺廚房度食喎，實俾人炒啦。誰話佢？揾到啲咩啊？兇案現場，廚房嗰度揾咗支煙頭。通知高 Sir 啊！冇事啊嘛，我冇事，你拉人啊？有冇药帮你攞？喺茶水间。
点啊？咩环境啊？高 Sir， 我哋已经包围咗上面。OK， 上啦。俊哥，马 Sir， 咩料啊？冇料到啊！琴晚疑犯系唔在呢套，喺呢套。第一件我喺度证明唔到啲咩喎。如果加埋呢样嘢咧，你点睇啊，教授？食咁多烟，迟早都死。嗱，姐姐，我要晒呢度附近嘅闭路电视记录，做埋家访，全面搜查。Yes sir， 你个监警嘅同事过紧嚟搜证。OK， 收队。你咩事啊？冇事。我问你咩事，唔系有冇事。你好似避紧我嘅车教授。男人要面唔舒服，唔想俾人知，好正常啊。你明噶？真系冇事。下次话你知。点啊，俊哥！今日行动仲有边个知道？串动咗所有人咯。头先台面杯水仲系乱嘅，凶手应该唔系走咗好耐。你话有内鬼？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为
点解你留张卡片俾我？我都唔知啊，我就系想再见到你。点解？你唔想见到我咩？唔想你都唔会嚟揾我啦。我哋之前喺边度见过？应该就系嗰一晚喺酒店嗰度。除咗呢一晚，你有冇去过一间喺海边嘅咖啡屋？其实有冇见过又有咩所谓啫？食嘢咯。去边度食啊？去前面啦。唔该。唔该。你好中意食辣噶？佢中意食。佢系边个？对唔住啊，惯咗咁嗌。如果你唔食辣嘅话，你可以嗌其他嘢噶。我以前真系唔食得辣噶，而家得啦。你真系好似佢。我嘅未婚夫喺结婚前一个礼拜死咗。我去过海边嘅咖啡屋，喺嗰度佢向我求婚。我仲感觉到佢仍然喺我嘅身边。冻晒噶啦，唔好饮，我帮你剩翻热去啊！咁夜嘅，我今日揾到呢粒药，你听日翻工帮我查下。好，我听日翻医院，查完就打俾你啊！你唔使理我做嘢。翠哥，学到嘢喎，迟咗五分钟啫。查成点啊？按你意思去查。喺年半前，成个亚洲范围里面的确有两单案件同将军谋杀案好类似，一单咧缅甸，另一单澳洲。不过嗰时候我哋锁定咗将军喺香港，所以冇办法咁样连埋嚟查。就当嗰个系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澳洲。
咩嚟噶？呢一个系七星聚会奇功。如果我冇估错嘅话，呢一个先系将军最终嘅目的。用呢一个功杀死七个人，而家仲争两个。最奇怪嘅系，台湾嘅高士人系唔应该喺入边。即系点啊？喂，俊哥去边啊？高士人医院啊，俊哥。请问院长喺唔喺度？我啱啱先翻嚟，唔知。咁我点样可以揾到院长？唔好意思，我仲有好多嘢要做，帮你唔到。喂，阿俊啊，你昨晚叫我查嗰粒药，佢系针对换肝手术之后放置排斥嘅。我翻嚟食饭啦。你讲咩啊？我同你讲紧嗰粒药啊。佢你放工。喂，阿俊啊，张。喂，点啊，俊哥？仔仔，揾个冇人嘅地方。讲得，你帮我查下车街位嘅医疗记录。唔好问，总之唔可以俾人知。OK。马俊，我有啲嘢揾你。车教授。唉，唔系择日重赛咩？我细个嗰阵咧，我将最好食嘅嘢咧系留喺最后先食嘅。咁你高手过招，梗系择个好日啦。我一定会等嗰日嘅。揾我咩事啊？你唔系想知我啲嘢咩？你一定会话你冇事噶。哈！啊！我同你一样，你换咗个心。我换咗个肝，第三期肝癌，一系等死，一系等个肝。我好多嘢未做，又唔舍得屋企人，你明噶？明白。我哋都算系死过翻身。我一路好想同你讲，好难得揾到个人同病相怜。同病啫，未相怜啊？有冇排斥？手术好成功，心理呢？sorry 啊。喂，喂喂喂，俊哥，喂，我唔食啦，我同车教授食紧嘢啦。我 check 到啲嘢啊，车教授上年三月嘅时候患咗肝癌三期，同个主诊嘅医生系高士人。明白。翻嚟傾，有啲研究話換咗心嘅人係會繼承咗心臟主人嘅感情。你講嘅係器官記憶。你做咗手術之後，有冇感覺到以前一啲冇感覺到嘅嘢，或者覺得自己唔同咗？你呢？生理上邊器官嚴重排斥係會死的。作為一個朋友，我必須話俾你聽，接納係解決心理問題嘅最好方法啦。唔接納會死嘅嚇。你接納咗啊？啊，唔係，我最近都有啲變，我突然之間好中意食辣。哈，咁你而家冇食得辣？食又得，唔食又得，我控制到。
我想我刚刚解答到心渊那句说话。你不用想，你就是心渊。心不可测。是吧？各位香港的市民，我是将军，我在地狱翻，就是要惩罚这个世界的罪。我下一个目标就是泰国石油奸商卓南。马俊，你赢过我一次，不如我们捉多一盘，一铺定输。如果你可以在我下次杀人之前拉到我，我就翻嚟。否则，你哋记住，是马俊害死那个人，他还会害死更多。三个钟头之前，我哋收到泰国警方的 confirmation， Trap La Long 收到死亡预告的旗帜，而他听日会为他家族进行一场祈福会，估计将军会军事肉手。我哋可唔可以叫他取消噶？我哋警告咗佢，但佢坚持有罚早庇佑，多几个将军都唔怕。因为咁啊，封佢啲街道佢，轻埋啲交通灯，我唔信佢咁都飞到入去。我不赞成封街，我觉得警方应该乜都唔好做。马俊，我是执行任务的。我知道，记不记得人父吞勾？边个破到呢一局，就睇下边个先上吊。我不赞成，你上次争啲冇命，我哋是警察，不是超人。我同意马 Sir 嘅意见。自从新的将军出现咗之后，我哋骑虎难下。崔立龙死，我哋输。但不要新将军都是我们输，所以今次要赢一定要是双赢。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所以什么怎么计都好，人命一定紧要过输赢。今次将军想让你出来，很明显想报复，所以今次 operation 要来香港。什么我希望仔仔和教授可以去泰国帮我协助泰国警方。嗯，就是这样我才应该去。 No， 没得谈。马俊不出现，将军可能会改变计划。阿瑞教授，我已经决定了，今次是国际刑警的 case， 马俊你留在香港。 Understand？ Yes sir。 没问题了吗？是这样。你看不到咩事？高 Sir， 上翻去，放大，继续去。好，听，点解佢会喺度 ？Sorry Sir， 点解佢会喺度啊？是同我打人情犯冇。Shut up！ 而家叫佢即刻上车 ，Now！ Yes Sir。俊哥，高叔要你即刻上指挥车。我是你度假的，不用理我。高叔说要你即刻啊，俊。俾我啊，马俊，你这样会破坏我哋行动啊。高叔，是他哋？边个？阿龙帮，他最大的仇家。如果而家俾佢哋缠住，大镬佢。马俊，你上嚟指挥车，我落去夹走佢。咁迟啦。叫佢翻嚟 ，OK？ 杰森，都困啦，王。车教授，咩环境啊？马 Sir 离开咗现场位置，
你将呢一区嘅地图缩细啲。知唔知个棋盘啊？七星聚会棋局，将军可能透过七星聚会棋局嘅布局去杀人。泰国嘅位置就系、是、七星聚会入面居嘅位置。高 Sir 拦截路口嘅路线啊！通知阿高 Sir， 我打俾马 Sir。马俊，谂办法通知高 Sir 改路线。空袭不明要截住卓立龙，如果高 Sir 而家改路线，可能以后冇人捉到佢。人命攸关喎，就系要惩罚呢个世界嘅罪。我下一个目标就系泰国石油奸商卓立。马俊，你唔好乱嚟。又见面啦！你系哥定细佬？我哋系孖生兄弟，根本系同一个人。我哋两兄弟喺大陆只可以用同一个户籍轮流翻嚟，所以做咩都一条心。你放咗佢陪你玩？睇嚟你仲未知道我哋嘅信念。你要报仇揾我，放咗佢。我阿哥系我呢个世界唯一嘅亲人，你杀咗佢，呢个世界就系地狱。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我是警方已经确定
将军国际连环杀人案已经破案，唯一凶手蒋晓东，亦即是绰号将军蒋晓军的孖生细佬，在泰国当场死亡。另外，国际刑警高明栋先生在今次行动中不幸殉职，我哋香港警方对此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并且感谢全体警员对呢次行动所付出的努力。查到咩？Sorry， 我 check 过晒蒋晓东嗰啲时间，你睇。高璇被杀嗰日，蒋晓东唔喺台湾。你点知？仲有咧？仲有，我 check 晒专案组所有嘅人出入境嘅记录。喺高士人被杀嘅时候，唯一一个喺台湾嘅车家伟。你肯定？我肯定系佢。咁点？使唔使通知咩豆？我哋自己揾证据。阿 Sir， 阿俊，你嚟得啱啦！我哋咪 book 咗今年除夕嗰阵去游轮玩嘅，睇下啲飞攞咗啦。系，我哋唔讲呢个住，对唔住。我想你帮我 check 呢个人。唔该你。我真系以为系将军，话晒我系犯罪心理专家。我直觉是要信的，虽然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讲逻辑的人，男人要面不舒服不想被人知道很正常，你明白吗？生怎样？跟你说的一样，找不到车家伟的移植记录，说不定是黑市换肝，照时间来推断，我怀疑他的肝应该是将军的。你肯定？八九成是的了。你看看这个是康复医院的记录，他刚刚来的时候产生过器官排斥，后来还因为心理问题转院。什么心理问题？潜在的暴力倾向，他在梦游的时候对他老婆有暴力行为。我知道了，唔该晒你。你走啦。
思啊，我过紧嚟噶啦，我啱啱先清洁完，可能要迟少少。啊，唔好意思啊。高士啊，我换咗个肝之后真系好唔妥。喂，你搞清楚，如果唔系我救你，你一早已经死咗噶啦。我为咗你呢单嘢，而家仲着紧草。你到底换咗个咩人嘅肝俾我？咪将军个肝咯。将军，你知唔知我差啲碾死我老婆？你碾死边个关用咩事啫？你是我阿哥的朋友，咁咪食咗佢啦。呢个系车教授，佢会帮到你。你睇我，佢走咗，我连同佢讲嘢嘅机会都冇。食咁多烟，迟早害死你。我而家唔得闲听你电话，留口信俾我。记唔记得我点同你讲？要相信你自己嘅直觉。
坏咗嘅器官唔能得，会拖累全身。小东出咗事，系马俊杀咗小东。亲手杀死晓东嘅就系马俊，亲手杀死将军嘅都系马俊。偏偏中意咗佢，你话有好紧要嘅嘢揾我，唔使急，饮埋杯茶先讲。四年前，我啱啱大学毕业，一个人去台湾环岛游。明知架车喺郊外坏咗，周围一个人都冇。喺我最绝望嘅时候，佢出现咗。我见到佢第一眼，我就知道佢就系我一直等嘅嗰个人。之后我哋开始拍拖，去海边嘅咖啡屋，佢教我捉棋，我整咗好多唔同嘅蛋糕，陪佢食佢中意嘅麻辣火锅。直到有一日，佢向我求婚。我的未婚夫就是将军，是你，是你杀出的。到底是命中注定的，奋不顾身咁捉坏人，佢奋不顾身咁维持正义，而我呢，就奋不顾身咁爱。你真系好似佢。为了他，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再见。带佢走。幫你講咗，呢度費事。Yes, madam。第三期肝癌，一系等死，一系等个肝。我好多嘢未做，又唔舍得屋企人。爹哋，我知道你最好嘅。嗱，只要你开心，爹哋做乜都冇所谓。系，请问有冇见过二姐呢两母女啊？哦，阿叶小姐同个女啊嘛，今朝走咗咯。去咗边啊？咁又唔知喎，佢急急脚咁攞住两个箧咁就走咗啦，都唔知系咪犯咗事。发咗咩事？我估噶咋，因为之前有个阿 Sir 揾过佢哋。我 Sir 就喺度。唔该，我老婆喺边？我点知咧？你到底跟他讲过什么事？你都是继承了将军的暴力才会对你老婆这样的。你敢说你对陈湘如没有感觉？我跟你不同。你跟我是一样。我不会杀人，更加不会为了掩饰去杀更多的人。但是陈湘如死了。陈湘如是你杀的，不关我事。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他，他的死承受了很多。你癫的。我知道你不会告诉我我老婆在哪里。我跟你捉最后一盘棋。什么意思？你出到来的，你就知道什么意思。
手足几点啊？十一点半。老友，对唔住兄弟，开快啲。亮灯仪式，而家有请 GBS JP 张东水博士主礼。开快啲！好塞车喎！现正被通缉，被列为极度危险人物。个炸弹点拆？择日重赛你都咁迟嘅，你得翻十分钟。个炸弹点拆？唔好急，急就乱。乱就输，我哋呢盘棋啱先至开始。你睇下嗰边，你估嗰度有五万人定系十万人啊？你点先可以收手？我想你答我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行错咗边一步？我最初就信咗你。你最错嘅系你太相信你自己，你以为你自己维护正义。张东瑞呢班咁嘅人。在东南亚还是他的童工法律对他起了什么作用可能法律真的没用但是你要制裁坏人都不可以滥杀无辜那你个女子高明度和陈相宇啦阿俊你只是撑一步生一步我们就一起替天行道我讲多一次我和你不同我是警察我当然是和你不同啦我对付的是坏人你害死的是好人他们来找你的今晚这么热闹请多位嘉宾一起玩有很多人很怕选择是因为当选择的时候他们会面对真正的自己当我蒋晓东送呢份礼物俾我嘅时候，我就马上谂到由你嚟做个了结系最适合。阿哥一定会好中今年嘅烟花。一系坏人，一系你爱嘅人，
你揀一個，我就輸入密碼救另外一個。如果時間到，你又揀唔到，咁佢兩個咪砰咁咯。仔仔，你电脑天才嘛？你可唔可以整停两个炸弹？天才都要时间噶，我而家咁样停到个炸弹嘅时间太短啦，我最多系卡咗个遥控装置，等佢唔可以提前引爆。我输啦！我输。俾我救个十万人，俾我救一个。咩林，呢局你赢。莫秀，冇事嘅，莫秀，莫秀，你做咗乜嘢？你做咗乜嘢啊？你揀到咩？马俊，冇开枪。你揀唔到，我咪帮你揀。马俊，系啊，杀咗我咪唔知密码咯。你做乜嘢啊，马俊？你做乜嘢啊？你系咪傻咗啦？啊！你杀咗十万人，十万人啊！我真系唔明，我咪讲咗个密码俾你听嘅咯。啊！择日重赛啊嘛，咁你都谂唔到？择日重赛，今日几多月几多号啊？12月31号。我觉得你真系黐咗线啦，已经，我恭喜你啊！我觉得好感动。
我唔求你俾我救十万，你俾我救一个，呢个局你赢。马 Sir 想我喺倒数前十秒嘅时候切断炸弹遥控，然后制造屏幕上面环球城爆炸假象。我咪讲咗个密码俾你听嘅咯，择日重赛啊嘛。我信你，救护车度有微型通讯器。12月31日，密码系1231。马俊，做得好。你有电话喎，我个女，系点啊？礼物，等你要即刻做功课。车太你好，你是琪琪，我是重案组马俊。关于车教委教授的事，我想麻烦你。吓，未见过我爹哋啊？佢而家喺边啊？冇礼貌噶，你琪琪，佢唔系有咩事啊嘛？唔系，教授最近有几单大 case 嘅时候，好忙行唔开。佢本来想亲自俾两张邮轮飞你嘅。我都讲咗，爹哋唔会唔记得我噶啦。真系佢送嘅，妈咪，我要打俾爹哋。不如咁啊，等到你哋落咗船之后，再打电话俾佢，俾个惊喜佢，讲 Happy New Year。爹哋，爹哋，你仲喺咩度啊？喺度，爹哋喺度，你讲。爹哋，其实咧，我想话你知。你在哪里做什么？你都是我心目中的 superhero。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妈咪都在这里，她都有东西跟你说。妈咪，各位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他们说找到你的时候你很镇定，为什么呢？你知不知道陈双鱼是怎爱将军的？是怎样？他为将军好好地生存，而且保持信念，就是因为他一直相信将军的心会一直为他跳动。我也一样，我相信你。今次我唔俾人，我哋自己上。好。捉棋系同对手捉，唔系同个棋盘。你唔敢话我对手，我输咯。都冇话佢赢。
将军，将军死咗啦，你冇企啊！俾你赢咗，你未系再嚟过？知样系咪咁重要？系。车家伟、马俊、扎家仲裁、扎家仲裁。